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。小竹中悲恋，从心深处思离他，恩常尊他为最上，一举一动观之心，真淡烦恼出门上，为爱之日他人世苏水耶，那摩乌塔玛水耶娑诃，唵那摩曼珠水耶，那摩苏水耶，那摩乌塔玛水耶娑诃。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，诸尊菩萨，摩诃萨，一心顶礼达摩祖师，一心祈请护法善神加持法会，一心恳请此地地神母大悲宫拿督宫借地做功德，一心恳请此寺庙门神慈悲开恩，令六道有情男女孤魂得以入内参加功德。嗡阿吽，嗡阿吽，嗡阿吽。好，大家阿弥陀佛。首先感谢我们寺庙的护法愿意，还有很多菩萨出钱出力来办这场慈悲法会。刚刚我有念到达摩祖师，那今天是农历十月初五，达摩祖师圣诞啊。
那我们华人都认识达摩祖师啊，特别他皮肤黑黑，眼睛大大啊，他视线成印度人的样子啊。那最主要是他的眼睛啊，在佛教里面，他的眼睛呢代表智慧、空性啊，就是能够看到真相。那看到真相就开悟了。就不会迷失了啊！所以达摩祖师他的教法要直指人心，他就让你直接啊看到你的应该了解的真相，就是说你的心态。那当然我们的心态本来就是像镜子一样干干净净的啊，但是我们现在上面有肮脏的东西，所以你看不到真相，把假的当真的。哪一天你镜子干净了，镜子里面所显现的任何影像你都看得很清楚，但是你都知道镜子里面的东西是假的，因为镜子它只是反映外面的啊，你心里面所看到的都不是真的存在的，它只是镜里面的像，就像水中里面的影啊。所以今天你一个杯子，那上面有灯，那灯的影子在你杯子里面，那你要知道那个影子是假的啊，它只是一个反光这样而已。那事实上我们达摩祖师就希望我们能够看到这个，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这些听得到看得到了，爱的不爱的，喜欢的不喜欢的，那个都是镜子里面的一个影像而已，不是真的。那如果你是觉得真的，你就会很痛苦啊，就是我很爱他，我很恨他，我很执着他，对你来讲就会有造成生命的压力啊。所以我们纪念达摩祖师，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去了解达摩祖师要给我们的方法。那各位来寺庙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？就应该有如我们去医院一样，我们去医院它就是看病的。那佛教里面所讲的快乐，就像你去医院一样，没有病没有痛才是快乐。但是我们现在认为说有一个快乐那才是快乐，那不找到快乐，那找到快乐就是离苦叫快乐，没有痛苦了。那佛教真正的快乐是什么？就像各位你去老人院做义工，帮老人洗澡，那个身体好累，但是那个心里好快乐。那佛教的快乐是这种慈悲的奉献的快乐。那世间人的快乐是我长得很漂亮，我有钱，我有一份很甜的爱情，所以我很快乐。事实上那种快乐有点像吸毒啊，就像各位你在抽赌博啊，吸毒啊，抽烟啊，你觉得那是快乐，事实上它是伤害你的。所以佛教才会一直说这句话，放下才是自在，你就不用被绑住了，放下才有快乐。你一直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放不下，你的女儿嫁给你不喜欢的一个男人，那做爸爸做妈妈就很痛苦，或者因为你没放下。所以当然我们到寺庙来就是希望能够找到这个什么是快乐。你不执着你外表啊，譬如说你本来长得很漂亮，不小心一个车祸把脸弄得不好看了，那你会很痛苦啊！我变丑了，因为你不能接受你变化。那这个人反正又没人认识你，那你长得漂亮跟丑也没人会去批评你，但是你不接受你自己，你就会很痛苦。所以各位，外表它只是一时的，现在各位20岁，将来50岁，将来80岁，最后死掉，它是暂时的现象而已啊。但是真正的快乐是你有一颗自在的心啊，虽然我脸毁容了，那
但是我的心很平静，那才是快乐。虽然我脸毁容了，但是我去老人院帮助那些受苦的老人，那个时候你是最美的心，慈悲嘛，就很快乐。那佛教就希望我们慢慢的练习放下，放下那些假的、执着的，追求真理。当然这个听起来比较深，那就是他们讲的禅啊，就像每一个佛菩萨大部分都是打坐，坐在那边，然后底下有莲花，莲花就是代表不污染啊，不会被污染，那这样呢心里面不会被挂在什么地方，那你内心才会自在。虽然我讲的这个道理哦，怎么样达到空性自在讲得很简单，但是我们就是做不到。那为了要达到达摩祖师的智慧，那你一定要先消业障，累积功德，不然你做不到。所以我们叫戒定慧，你要持戒禅定，最后你才能够解脱自在。好，所有佛像、所有经典、所有出家人都得到了圆满的供养啊！而且我们感恩三宝的加持，然后这个福报很大。那再来，你就要想，然后呢，这个福报就融入到地狱道、恶鬼道、动物道，所有痛苦的、生病的人，就像你做供养，然后功德给你妈妈，你心情很快乐，你也知道妈妈就会比较舒服一点点，然后会减低他们的痛苦啊。就像你替你儿子去做善事，你知道儿子将来会比较幸福一点，你会很快乐。所以佛教永远叫我们念下来：上供三宝，下施众生。修行不离开这两个。上供三宝就是你对佛菩萨的信心、感恩心，这个很重要。就像你相信医生，你的病就比较容易好。信心、感恩心。下施众生呢，那就是佛陀要我们培养对所有众生的平等的悲心，那你就没痛苦。一个人为什么会痛苦？我太爱这个人，我太恨这个人，那你就执着在那一点，你就会很痛苦。那所以你修行来培养，培养你去关心所有的小孩子，那你对你的小孩子的执着就会减低，你就不会那么痛苦啊。那你去关心所有的小孩子，包括孤儿，那你在处理你小孩子的问题就很容易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有福报啊！因为你去帮助那些可怜的小孩，这个福报就可以化解你跟你小孩子之间的不好的因缘嘛。所以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很重要啊！所以各位，你希望你爸爸很健康，多去帮助老人院啊、病人；你希望你小孩子很听话，那你多去帮助那些孤儿啊，可怜的小孩子，那你会发现你跟你小孩子关系就很圆满。你夫妻的感情不好，那你去帮助那些感情痛苦的众生，一对鹅啊、鸳鸯啊，啊，或是这个世界一定有帮助家庭协会啊，就是促成人家不要离婚的啊，啊，恢复感情，你去帮助他，出钱促成别人家庭和和圆满，那你再回来处理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。你的身体不好，那很简单，刚刚讲帮助病人呢，或是救那一些要被杀的动物，你救他，特别救你很喜欢吃猪肉，那你一定要救猪，对吧？你很喜欢吃鱼，那你要去救鱼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很喜欢吃鱼，所以你身上就有这种鱼的怨力，恨你不高兴，那你就不舒服啊，不舒服。就像那天我听我们湛严法师说，他眼睛800度，为什么？小时候喜欢吃鱼眼睛这样而已啊，吃鱼眼睛。那现在怎么改？放鱼很容易啊，特别马来西亚那个鱼苗，你1块钱就可以买几十条，给它放掉。改变，改变啊！你头很痛，头很痛，那你去救那些要被砸头而死掉了。牛，你看他们杀牛，有时候杀羊就用锤子敲他头，让他昏倒，然后再杀他，这样，那你就去救他，或是你布施头痛的药给别人，啊，你喉咙经常沙哑，那你就布施喉糖啊，好喝的水，让别人喉咙舒服的，那你就制造这个
反作用力，念下来，因果业力，行为反作用力，对，善有善报，对对，因为佛教就是讲这个，何况是佛是无上福田，啊，佛是无上福田，然后你在佛前也要这样做，啊，在佛前供花，那不得了了，漂亮了不得了，你以后你的家都像花园，你住的地方都像花园都市了。那就是这个道理啊！所以老实说，我们刚从印尼来，一来就觉得马来西亚跟印尼还是不一样哦。马来西亚好像比较空气好一点啊，因为印尼人很多，那马来西亚呢土地蛮大，人不多，哎，就有福报，有福报。而且我觉得来马来西亚，我觉得马来西亚当地的老百姓也很有福报。听说马来西亚的政府很照顾当地的马来人民，这是很有福报的事情，啊，那每一个马来人听说生下来就有一块土地，哎，这个政府好嘞，啊，我们从那水洗水洗，你不要说，那我们华人怎么没有啊？你嫉妒嫉妒，怪不得你拍你啊，你要水洗他们的，这样以后你老爸会留给你十块土地，比他还多，因为你有福报。所以水洗会有福报，嫉妒会损福报，啊，不要有那个不公平的观念，万法为心造，你的心态怎么去改变，啊，所以各位在马来西亚，哎呀，宗教很自由啊，很快乐啊，啊，所以我们在棉南，他们当地盖了一个小小的佛像就要被拆掉了，那边不像马来西亚，啊，那马来西亚是很有福报的地方，宗教很自由的地方，空气很好的地方，土地很大的地方，有山有水，啊，很自由的地方。那你要一直想这个，而且我讲这个，各位你要供养哦，把你现在的快乐供养别人。我很健康，我希望别人都健康，这样。啊，我心情很好，我希望心情不好的都变好，这也是供养。所以我们把供佛的所有功德的快乐福报都布施给六道众生，希望动物不要再被杀了，啊，希望鬼道不要再饥饿了，啊，所以希望地狱道不要再受苦了，因为他们没有福报才会在地狱鬼道畜生道。那我们供养要用钱买的，这除了有金钱的功德，又有供养物的功德。白色的花代表不生病，黄色的花代表要发财，红色的花代表好人缘，嫁好翁娶好某，啊，找姻缘是吧？找到好职员，找到好工作。蓝色或深色的花代表断除烦恼不好的。同样，食物也一样，食物也有颜色，食物也有它的特性，啊，那每一种特性代表每一种功德，所以我们前面换了很多不一样的食物，但是我们是以慈悲心做，为地狱道、鬼道、为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，希望他们六道都快乐。所以我刚刚讲了，再念一次来：下施众生，慈悲众生。如果各位你经常去修慈悲啊，你那个执着的痛苦就解决了。啊，就解决了，不然你跟你爸爸关系不好，你永远没办法解决啊。那怎么办？你去跟他讲话，你也讲不下去，他跟你讲话又骂你，那你们跟父子之间过去就结了一个恶缘。那现在关系不好，你很想改变啊，但是也改变不来。那很简单，那刚刚讲，你去照顾老人家，到公园陪老人家聊天啊，然后呢帮他按摩，然后这个功德再回向给你爸爸。那你回来看到你爸爸，就像那些老人对你很好一样，然后他也会开始改变你的关系。但是如果你一下要对你爸爸改变不太容易，那你就从这边去做，这个就是佛法。这个叫什么？来，法力不思议啊！法力就是就像刚刚各位在浴佛把这个水这么清凉淋在佛陀身上，这代表什么？是佛陀代表我们众生，然后你把这个水淋下去，众生的脏的烦恼业障通通洗干净了，啊，所以浴佛的人心情好，身体健康，家庭平安，女转男生，
如果你下辈子不想要做女人，你遇佛了就恢复你的比较好的，不会堕落三恶道。那你这样去遇佛，你这样去供佛，那个清凉，那你也会得到，你也把你自己的烦恼业障都洗干净了。啊，特别女生要多遇佛，为什么？皮肤会漂亮。啊，所以供养三宝、洗澡、遇佛，皮肤会很漂亮。啊，皮肤没有皮肤病。那各位你哦，那这个功德不要光你自己。如果你去遇佛啊，我漂亮，多遇几次；哦，我健康，多遇几次，那功德少一点。为什么？遇佛这个功德，希望所有痛苦的、所有烦恼的，通通离苦。所以跟我念一下来：我今灌沐诸如来，净智庄严功德海，五浊众生离尘垢，同证如来净法身。那各位就知道了，五浊众生就是六道众生，离尘垢，离开这个红尘的污染，眼睛看漂亮了，耳朵要听好听的，这个叫尘垢，真正的脏是这个意思了。啊，那同证如来净法身，那他们的烦恼贪嗔痴消除了，业障没有了，就恢复了如来的本性。啊，所以你这样去给他遇佛。那各位，这个很重要啊，特别现在有个人找你麻烦，要告你啊，经常骂你，他就是在烦恼的状态。所以你遇佛的时候，你要观想那一尊佛就是他，这个人在骂你、找你麻烦，他就是这尊佛。然后我这样遇下去，然后他就干净了，他就恢复像刚出生的佛陀这样的好看、庄严。我今灌沐诸如来，那你要这样想，那这个就是佛教的方法。佛教的方法不是你去骂他，你去。啊，什么样给他放什么毒素？不是，而是用慈悲、用智慧去啊，去改变。比如说，你儿子不听你话，你儿子不听你话，他的思想怪怪，那你要在佛前给他供灯，供灯代表光明智慧嘛，然后他就会看到真相，他就做该做的，不应该做的他不会去做，因为你在佛前给他开智慧的力量，然后功德回向给你儿子。那力量更大是什么？回向给众生，通通得到这个功德。那你回向你儿子的功德，就变成百千万亿倍，因为众生无量无边。那佛法一直叫我们，特别在家菩萨，经常要做供养三宝，回向众生，供养三宝，慈悲众生啊。特别各位开车路边有鸟啊，而且我们今天从巴都巴下来，经过好几个坟墓啊。那我们都准备饼干或米啊或水，看到坟墓就嗡啊吽，南无观音菩萨，希望他们超度啦，希望他们离苦啦，因为我们中国人至少相信，人死以后没超度，有可能做鬼，然后做鬼就没饭吃，好可怜，好可怜。特别坟墓区的地方，就有一种坟墓鬼，我们叫某种鬼，特别多，他们一直在那边等，为什么？只要有人拿花拿食物来拜，他们就吃得到。那你不拿去拜，他就吃不到。他在别的地方都不能吃。某种鬼是说，只有在坟墓区，他才有机会吃到。那这个食物，如果你摆在路边，他吃不到。然后在坟墓区的地方，他才吃得到。所以他们只能在那边等。因为那我们去拜祖先，或是有人撒食物，他就吃得到了。那事实上不是你的祖先吃哦。我们超度祖先是，你把这个食物布施了，给某种鬼，给那边好兄弟，再把功德给向你的祖先，这才是正确的做法，然后你把你食物拿来供佛啦，供养出家人，把功德回向给你的爸爸妈妈祖先，他才得到了。所以我们的祖先能够得到功德，是来自两个方面：一个供养三宝，第二个帮助众生。譬如说。你爸爸吃不下饭，那怎么样让爸爸吃得下饭呢？那你就拿食物去老人院，他们喜欢吃的给他们吃，或是拿食物给那些饥饿的鸟啊鱼吃，然后他们吃得很快乐的力量再回向给你爸爸，然后你的爸爸就很喜欢吃，然后他胃口就打开了。这就是佛教的方法。你的先生要赚钱，希望他发财，那发财不是动脑筋啊打麻将啊，你就会发财。
那怎么办？那我们拿一点点钱去救那个很穷的人，很需要钱的，甚至你中国人喜欢烧金子银子给孤魂野鬼一点点，然后再把这个功德回向你公司，哦，所以你公司发财了。所以做公司的人都知道说，初二十六在外面拜拜食物啊，烧烧金银子，金是给神啊，银是给鬼啊，可怜的啊，然后这样做你公司就没有障碍啊，因为土地公是财神，那这些好兄弟你帮助他，所以佛陀就给我们整理了，他说你供养所有佛啊，所有出家人功德很大，但是更重要的是慈悲众生啊，所以各位养成习惯，你供在家里佛前的东西不要全部自己吃掉，至少拿一碗饭菜啊，一瓶水撒到外面，撒到外面啊，那些森林里面啊，路边啊，坟墓区啊，啊，给那些无形的众生吃，因为他们很可怜，或是再拿一些买多一点啊，三分之一拿去孤儿院、残障院啊，三分之一呢家里人吃，三分之一呢给无形的众生吃，动物吃，那这样来拜拜就有道理了。所以刚刚我们用了七盘食物供养的东西，有为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供养，而且呢也回向给地狱道、味道这些众生，圆满了。再背次，上供下施，上供三宝，下施众生，永远记住啊！不是说我拜太子爷的，我只供养太子爷，这样比较浪费。今天你家里拜一尊神，但是你拿这个食物供养的时候，是所有神、所有佛，我都一起供养，要这样想啊！你家里只有拜一尊观音菩萨，但是观音菩萨是不是一尊呢？观音菩萨不是一尊，观音菩萨是每一个佛菩萨慈悲心合起来的力量，叫观音菩萨，叫观音菩萨代表慈悲的力量。那所以你供养一尊观音菩萨，透过这一尊观音菩萨，你要想，那我是供养所有的佛菩萨，所有的三宝啊，你这样去想，那你这样力量才会大啊。然后你去布施的时候，也不是光布施给这个老人院，那你要观想，我今天拿这一包食物去供养老人院，愿全天下的老人、生病的人都得到吃食物的福报，吃得下、吃得好，那这个叫平等大悲心。那我刚刚强调，执着的感情会让你痛苦，平等的慈悲会让你快乐。那佛陀就教我们，你要把执着的感情化解掉，你跟你先生相处得不好，你跟你儿子相处得不好，这种执着的感情化解掉呢，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平等的悲心去做这些啊，做这些慢慢慢慢，那你就会消除这种执着的痛苦，而且呢开智慧，那就佛教的修行。那佛教的修行除了相信因果，念一下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这是基本的啊，基本的。那有些人说，我早上吃肉不得有错吗？啊，我中午吃鸡肉有错吗？这个也是一种业，为什么？因为那只动物被杀了，很痛苦啊。而且你是学佛都知道说不要杀生，那为了你要吃鸡肉，就有人要养鸡杀鸡，所以这些痛苦都跟你有关系。那所以吃肉对佛教来讲是一种恶业，会有因果的，会有因果。什么叫因果？各位听我一个故事，你就会记得起来。有一个佛陀时代有一个出家人啊，他要听佛陀说法，他要去思维打坐证阿罗汉，他就找到森林里面一个没人的地方，准备在那边打坐几个月，所以他就搬东西，他先搬一个石头到树下，准备这个树下这边经常打坐，甚至坐在那边睡觉。结果就不小心，他也没看到石头下刚好有一只蚂蚁，他给它压死了，然后他就坐在石头上打坐。后来经过五六年，有一次他在打坐的时候啊，有一只猪，野猪，尖尖的牙齿，不知道被什么动物追，跑跑跑跑跑得很快，
不小心撞到他，然后他肚子被插了两个洞，猪跑掉了，他就慢慢流血，没人救他，死掉了。然后人家就去报告佛陀，佛陀啊，某某比丘被撞死了。佛陀说没关系，他是在禅定的状态被撞死消业了，他现在升到梵天了，色界天了，啊，让大家先安心。那大家问说，那佛陀他造什么恶业啊？他为什么被撞死？佛陀说，因为他五六年前搬石头压死一只蚂蚁，那一只蚂蚁现在投胎做那只母猪了，啊，所以他不小心把它压死，他也现在不小心把它撞死，就是这样，这个叫因果。啊，所以各位，你每天都要忏悔。我们出家人每天都会念咒，啊，嗡一滴滴滴说哈，就是你走路都会踏到蚊虫的，没办法。啊，开车各位要念咒，或是你不会念就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开车所撞到的蚊虫，所碾过的蚂蚁，希望他们离苦，这样你才不会造成因果。喝水的时候也要念咒，我们喝水就会念，各位念一下，嗡瓦西波罗摩尼说哈。嗡瓦西波罗摩尼梭哈，这个咒是什么意思？水里面的那些小细菌啊，你眼睛看不见，你烧开水的时候，你洗手的时候，你洗澡抹肥皂的时候，你喝的时候，它就死掉了。但是如果你念这个咒，它就超度了，升天了。升天以后还会谢谢你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煮开水的时候，你帮我念咒，虽然我死了，但我升天了。因为你我才升天呢，他不但不会恨你，他帮助你。所以各位，你现在如果还在吃肉，你一定要念呐、啊，啊，你一定要念，你要念什么都没关系，你有悲心，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超度他们，因为你现在没办法吃素嘛。但是千万不要成为你吃肉的借口，所以我念了我就大吃特吃，那你这个心态就造恶业，无法度。我如果吃，我如果不吃肉，我会被杀头。我阿公会给我怕死，所以我都不得不吃。你要有那个心态可以，所以有惭愧心，对他也有慈悲心，所以念这个观音菩萨，那那个肉超度了。做妈妈也要哦，做妈妈你要煮麻油鸡，不然人家骂你啊。我说这媳妇生小孩，那没办法啊。那至少你在煮的时候。用这个水念观音菩萨，希望这一只鸡呢得到超度升天呢、啊，啊，你要有这个心态，而不是说我要吃你的肉，而是我用这个水把你给超度了，这样。然后呢，你给你媳妇吃的时候，至少她吃的不是鸡肉，啊，而且呢，她的小孩也会平安，因为她没有杀业在里面。所以在佛教里面，来念一下。心态决定一切，动机决定一切。对，你的动机很重要啊，所以你千万不要说我们吃素就很骄傲，他吃肉就下地狱，不一定。因为古时候的像济公活佛，他吃肉的时候，他是在超度他呢，啊，他有那个力量。那别人虽然现在没办法吃素，但是只要。他能够保持这个心态，重要你要教他这个心态。那他这个心态久了，他就不会吃肉。为什么？他每次吃就可以修一次慈悲心，要吃又修第二个慈悲心，要吃就修第三个慈悲心。等他修了五六次慈悲心，他就那我不应该吃了，因为他慈悲心起来了。但是你不要一直去骂他，啊，佛教是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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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引导，那最主要是转变他的念头。所以再念一次，动机决定一切。动机啊，今天你去公司上班，你不要一直说我要赚钱，我要赚钱，那你跟老板是对立的，我不给钱，我不给钱。然后老板看你不喜欢，这个是来探几年来探外几，你改变动机，我要去上班，虽然我要赚钱，但是我希望老板更赚钱，我希望客户买到东西也好，我希望我来上班。全公司人因为我来都快乐，得到我的服务，那你很快就升薪水了，啊，跟你买东西的客户也多，因为跟你买他也很快乐。老板呢会给你升薪水，给你做经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动机自私是
业障重的是痛苦的，慈悲服务对方才是快乐。所以佛教的修行，第一个他叫我们要拜佛，拜佛就是什么？消除骄傲，升起对佛菩萨的信心。那你越拜佛，你是礼佛一拜，罪灭河沙，你的身体会很好，下辈子身材也很好。同样做人，有些身材不好，有些人家身材很好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用你的身体啊去拜佛，去绕佛塔，你的身体人家看到就觉得很高贵很好，是这个意思啊。你经常用你的嘴巴去绕佛的时候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，那奇怪，你的声音讲话人家都觉得很好听，很喜欢听，真是如此啊。所以各位要开始学习佛教的方法，刚刚讲你用花去拜佛，那你以后别人看到你就好美，像花一样，就这么简单。你用灯去拜佛，别人看到你就觉得你皮肤白，眼睛漂亮，智慧很高，你自然也会得到这个。我们拜佛是为了成佛，那如果你是为了成佛拜佛，所做的功德得到的力量都不要想自己啊，念一下当愿众生同享功德，那你所拜佛的供花的功德就会成为成佛的力量啊，所以所有众生就会喜欢你。就像我们今天为什么到佛堂，我们看到佛尊敬啊，我们跟佛有缘，所以我要到佛堂，甚至我要皈依，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过去跟我们结缘了。如果释迦牟尼佛过去没有跟你结过善缘，那佛陀成佛你也不会理他，你也不想拜他，也不想皈依他。所以那我们觉得，所以各位要多拜佛，多供养佛。为什么？你生生世世投胎做人都会做三宝弟子，看到佛心情就会很快乐，看到出家人也会很尊敬，这个善根很重要。但是有些人就像我经常在国外跑来跑去，有时候人家华人看到我，哦，师父阿弥陀佛。有些人我坐在飞机场，他看到我出家人，他宁可不坐，他跑远远的啊，我一坐下去他就跳起来，他就跑掉了。我上回坐飞机，我不知道坐去哪里，他们给我排到商务舱，我就很不好意思，我坐到最后，结果一坐下去一个男人一直看我，我以为他看我什么，看我五分钟跑掉了，他跑去跟空服员说换位置。我看他应该是赌徒吧，看到出家人就衰啊啊，他接下来不用赌了。我想说他是认识我看我还是什么，原来后来我找不到他，原来他坐到那边去了，很讨厌我，这不能怪他，怪我没跟他结善缘啊，啊，所以我就在坐在那边一直帮他念啊，回向给他，回向啊，希望他发财，希望他健康，下回看到我就不要离开我啊，不然就渡不了他。事实上我坐飞机口袋我都会放佛像啊、经典咒语，准备他对我一笑我就对你一笑，我就把这个给他啊，因为我们做这么多法器就是希望跟对方结缘，免费，免费他还不要呢，免费你没跟他结缘。所以各位有夫妻关系，有家庭关系，你就知道什么叫缘分很重要。学佛了就了解因缘，至少你没有神通，但是你知道啊，我对他这样不能太执着，他不喜欢我，我要忏悔，这个叫学佛。你的妈妈对你不好是你要忏悔，因为你过去对她不好啊。如果你不忏悔，你只是想说为什么我妈妈爱我姐姐不爱我，你有吃醋的心态，那这会火上加火，你就改变不了修行的方法。修行的方法，今天哦，我丈母娘对我这么好，那一定是啊，她是对我有很有恩的人，我过去一定也对她很有恩，互相帮忙。所以我的丈母娘，我跟我太太结婚以后，她从贫穷变成很富贵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就改变了，我帮她处理很多财产的问题，我用我的想法，除了做我的事情又帮她做，所以因为结善缘的，结善缘就不会破坏到彼此，还互相加分加得很厉害啊。但是结恶缘的呢，你跟她投资10万给她，回来剩下1万甚至10万都不见了，两个还要告来告去。
这个叫结恶缘。但是各位，你结恶缘了，你千万不要去告对方，去伤害对方，那火上加火，你会更倒霉。那你应该向他忏悔。那这个结恶缘呢，你如何忏悔呢？比如说各位今天要去放生呢，要去布施，这个人欠你钱，倒你债，要告你，你要用他的名字去做善事，还他债啊。这个男人欺负你，这个女人欺负你，感情上，那你要替他在佛前供花，花代表感情，代表慈悲，代表漂亮嘛。你替他供花，然后就化解，特别供一对一对，一对一对代表感情好。或是去放一对一对的鸟，鸟很重要，因为鸟是最重感情的，他们是集体关系。麻雀找麻雀，鸽子找鸽子。好，那些被抓到的野生的鸟，你给它放，它就会回到它的感情的团体，那这个感情的关系就可以化解。还有一点我要告诉各位，女孩子如果怕得乳癌的，那你多放乳牛啊，因为我们救了很多乳牛啊，它都是因为它一直产牛奶发炎了，乳癌了，它就卖掉被杀了，他一辈子受这个痛苦，那你去救乳牛啊，而且乳牛是最痛苦的，因为他生到不能生的很痛苦了，最后要被杀。那如果你去救他，那就等于救了自己啊。所以各位讲到乳癌，那你就不要喝牛奶了，因为这个跟乳牛有关系啊。如果你是长痔疮，那子宫不好了，那不要吃鸡蛋鸭蛋了啊，也多救那些生蛋的母鸡，你要制造这个行为反作用力。如果你腰不好的，那多救那个腰的泥鳅啊、蚯蚓啊、鳗鱼啊，甚至马来西亚很多大蟒蛇被抓了要杀扒皮的啊，对，腰不好的，你爸爸腰不好，你替他去这样做，或是布施那个贴腰会舒服的贴膏给老人啊，给出家人啊。因为特别出家人功德大啊，病苦的老人慈悲的福田功德也大，所以念一下来，感恩的福田，慈悲的福田，尊敬的福田，这个三福田，尊敬的福田就代表三宝，感恩的福田呢代表爸爸妈妈，慈悲的福田呢代表可怜的众生，要被杀的动物啊，病人啊，这个是我们种福田最快的方法啊，这个叫三福田。那各位呢就用这样去了解这个真理，命运的真理，改善人际关系。但是话又讲回来，刚刚讲你这辈子只要你在人间，不分你在家出家，旁边碰到的都是你过去的因缘，你还是会一直碰到。但是各位来这个世间，达摩祖师讲的第一个最重要，念一下报冤行，就是说你到人间来投胎是要来被讨报的，你的冤亲债主对你好的也会来找你，对你不好的也会来找你啊，特别不好的来找你的时候你要甘愿，这个叫报冤行啊。所以自己要多在佛前忏悔啊，忏悔你痛苦来了，生病来了，那你要忏悔。像各位写牌位千万不要，甚至妈妈有堕胎不是写个牌位丢在那边他就超度了，最好你牌位写好到佛前跪下来，我向这个牌位忏悔，祈求佛菩萨加持啊，我向他忏悔，那佛菩萨加持啊，愿对方能够离苦得乐，不是把他赶走啊，不是说你不要附在我身上让我生病，而是我要让你快乐，我要让你离苦，超度不是赶走啊，超度是要让他快乐。如果你有一个心态说我排斥你，你不要在我身上，我要把你这个冤亲债主赶走，他会说你搞我气看卖的啊，那你就会很难过啊。所以有些人在忏悔错了，比如说你在生病，然后你就为这个生病的苦在忏悔，你没有忏悔到重点，你为什么会生病这个苦，因为你杀了很多动物，你要忏悔的是向那些动物忏悔，不是向你的痛苦忏悔啊！痛苦的因是什么，你要忏悔，那比较重要。现在你感情很痛苦，那你要向感情很痛苦的因，那什么，因为你执着感情
或是你伤害到别人感情，那这个是你的因，你要去忏悔。而且让你感情痛苦的人，你也要向他忏悔，因为你过去欺负他嘛，你欺负他感情，伤害他感情。那如果了解这个道理，我们就要化解。那化解的方法呢，就是念一下，把感情变慈悲。对，你把执着的爱跟恨变成一种忏悔、忍辱、慈悲，那就是化解的方法。所以各位要像今天这样广修功德，在行为上多做好事，帮助众生，然后呢，让自己的心态恢复到这种慈悲心、空性，啊，为他们念阿弥陀佛 ，Om Mani Padme Hum， 啊，然后就转化所有的水啊，所有的烟供啊，所有今天放生的20000只鱼啊，进到河里面变成20000个观音菩萨慈悲的力量进入鱼里面。就算这些小鱼不小心被大鱼吃掉，那这个大鱼也超度，因为这个鱼呢，都代表慈悲的力量啊。这只鱼游到哪里？然后哪里的水都变成慈悲。就算这些鱼长大了，有几只被捕鱼的人抓到了，但是抓到了它也是一个慈悲的力量啊，鱼就不会再投胎做鱼了。但是因为透过我们的大家的慈悲菩萨的加持，这只被吃掉的鱼也可以让吃掉鱼的人，就像以前一个皇帝喜欢吃那个蛤蜊，一打开既然里面是观音菩萨，所以他就不再吃蛤蜊了。就像以前有个皇帝喜欢吃鸡蛋，结果那个鸡蛋啊托梦给他啊，那将来他就永远不会再吃鸡蛋了。所以我想佛菩萨会透过各种的情况来转化对方。就像我们华人喜欢拜玄天上帝，玄天上帝杀了猪啊，还是在家的时候居然变成他的爸爸妈妈，变猪被杀，也观音菩萨的视线，所以他就放下屠刀了，立地成佛去修行了。所以各位，佛菩萨用各种的方法去转化啊。他今天在做坏事，你放心没关系，你不要骂他，你一直祈求观音菩萨加持，一直念 Om Mani Padme Hum。 那哪一天他在打麻将打打打，奇怪呢，打麻将怎么好像在念阿弥陀佛转念珠呢？他就去转念珠了，打麻将没兴趣了，转化了啊。就像你的儿子很好色，天天去找女人，但是哪一天他会碰到一个女人怎么像观音菩萨一样这么尊敬他啊，然后他心态就改变了。所以佛菩萨会用世间人的方法来改变对方，你不要骂他，我们也不能啊心里一直对对错错啊。可能很多方法，就像世间人喜欢快乐，但是佛菩萨也会用痛苦让你开悟，痛苦也是个开悟的方法。你得癌症了，哎呀，因为你这样才忏悔吃素，然后你一辈子就改变了，身体变得很好，但是你改变了，因为你的癌症也是佛菩萨的视线，不然你不会觉悟啊。所以我想各位，改变事情的方法，你只要保持慈悲心，它自然会改变。哦，今天你身体很不好，生病了老半天，结果隔壁有一个老人在生病，你生起悲心，哎，我去帮他煮个开水，买个饭菜回来。结果你走出去以后，发觉你腿好了，你的发烧停了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你每天到医院去看病，还不如去看病人去照顾他。啊，你去照顾他，你就改变命运了。今天你生意不好。生意不好你很烦，不要那么一直想生意不好很烦很烦。刚刚讲了，你去老人院帮助那生病的老人，你去帮完以后，你付了一些钱，想说我没钱了，好吧，帮助他，结果你回来以后做到几个大生意，你才知道啊，原来命运改变了。所以我们念 Om Mani Padme Hum 的意思是说，或是让你念阿弥陀佛念大悲咒，因为你修慈悲心了，你用慈悲心了，那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力量它就可以改变一切的，你不要烦恼啊。所以各位，烦恼越烦恼越痛苦啊，那你就赶快转烦恼为慈悲心，转烦恼为菩提心，你赶快念阿弥陀佛念 Om Mani Padme Hum。 当然念的时候你要用慈悲心来念啊，用平静的心来念，那才会有力量啊，这个力量就会转化了。转化你就知道，哦，那个事情很简单，没什么啊。
那个事情就超越了。就像我们今天要做最伟大的事情，要超度那些地狱鬼道畜生道，超度那些堕胎胎儿，超度那些死亡的动物，难道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吗？没有，没有什么秘密，也没什么特殊的方法啊，也没有说念那些你不会念的。你看到很多人在念很多咒啊，很多经你都不会念，那你念慈悲心的 Om Mani Padme Hum 他就可以超度，你念慈悲心的阿弥陀佛他也可以超度。重点是你的心态，而不是那个法有什么秘密，有什么高，有什么低啊。当然如果你有懂得慈悲心，再去念更圆满的仪轨，那更重要。但是重点还是不离开这个悲心啊。只是因为各位是在家菩萨，你也不可能像出家人一样学得很深啊，但是最深的就是慈悲心了，最难的就是慈悲心啊。什么叫慈悲心？你看到一只鱼都想到那是你儿子你妈妈的感觉。就像你爱过一只狗，那一只狗死掉了，你哭了很久，你不敢再养狗了，但是你看到每一只狗都像看到你的狗一样的感觉，那就来了，这个就是慈悲心了。你就希望那一只狗快乐，不要痛苦。那佛要我们多培养这个慈悲心，没有分别的，没有恨。今天这个人骂你，你看到他你不会恨他，你只想要念 Om Mani Padme Hum 转化他的心态。所以讲到这个地方，各位千万不要被影响到你啊！哦，你的先生晚上没回来吃饭你就生气了，那影响到你，影响到你，你回来跟他吵架，搞不好小事变大事，还吵到离婚呢。你一吵架以后小孩子就痛苦了，因为你没有改变你的心啊。所以你老公晚上没回来睡觉，那你就一直念 Om Mani Padme Hum， 你不要让自己烦恼，你不要让自己很急很恨。所以佛陀说这个要靠你自己，他可以帮你，但是你要降服烦恼升起悲心要靠你自己。但只要你愿意升起悲心，佛陀的力量就加持你啊。就像各位刚刚我们去洒水布施甘露药，你用慈悲心 Om Mani Padme Hum 它就转为甘露，他就可以超度地狱恶鬼道，可以让癌症的人好起来啊。你要重点是这个信心，这个慈悲心。就像刚刚我们在念 Om Mani Padme Hum 啊，百千万亿的鱼超度了，因为我们刚刚以水的力量，这个世界要改变世界有三个力量，来跟我念一次：智力、佛力、法力。智力就是你有慈悲心，你很专心；佛力，你在念阿弥陀佛，念 Om Mani Padme Hum， 念大悲咒；法力，我们用水的力量来供佛，这个水就可以超度海鲜水产，可以超度恶鬼道，叫法力啊。所以呢，你自己愿意发心点灯自立，那点灯的时候念点灯的祈愿文，然后这个灯的力量就可以加持，变成照到最高的天，最低的无间地狱都有这个佛光，然后呢，你的祖先就看到这个光，就超度了，啊，消业障了。所以一盏灯可以变成佛，一杯水可以变成佛。那为什么？那是因为你的悲心，你的信心，啊，你把水念宝寂如来，啊，你把灯念燃灯如来，念 Om Mani Padme Hum， 那就可以改变。所以佛教很简单，不执着，却充满了爱。所以自力很重要。你的信心悲心来念阿弥陀佛，再加上我们在佛前供花的力量，施供养的力量，放生的力量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鱼苗，那你要感觉那些小 baby， 这些小 baby 像我的儿子孙子一样，愿他们平平安安啊，啊，就算往生啊，升天啊。所以你看到他的时候，你念阿弥陀佛 Om Mani Padme Hum， 你念很多的仪轨都没关系，但是重点这一些名字是让你升起悲心的啊，以慈悲心来求这个佛的加持的啊。每一尊佛每一个咒语都有它的特殊的力量。那问题是你这个力量从来那是悲心。就像太阳，太阳照到你会热啊，因为你有感觉，这个叫悲心，会热。那太阳照到那个石头，虽然有热度，但石头没有热跟不热，因为石头没感觉啊。所以我们的佛性很重要啊，你的感觉很重要，感受很重要
就是要感受到众生的痛苦，所以我们要布施食物，而不是浪费丢下去。如果你没有悲心，就变浪费了。丢了这个食物拿去给穷人吃，你不要丢啊！啊，所以各位要用悲心去布施食物，用悲心去布施水，用悲心去放生。那当然，悲心的圆满就是平等啊，没有分别啊，对所有众生都平等的慈悲，那叫大悲心。所以用大悲心去念佛，去做各种功德，去点灯，那各位你就改变了。千万不要被境界影响哦。你先生跟你吵架，你儿子不听你的话，那你现在胃痛，那你心里又乱了，乱了就不行。那你那时候赶快拉回来。所以佛陀说，哎，起妄念要赶快念佛，转凡心为佛心，妄念一生起赶快念佛。那你要知道你的心现在在干嘛，你一定要看得很清楚啊！哦，我的心现在做坏事，我赶快转回来。我现在的心呢在生气啊，那我知道我在生气，我赶快转回来啊。生气也是假的，你只要注意它，你就会转回来。就怕你在骂人都不知道自己在骂人，已经气疯了这样啊。所以一个人赌博了，他赌下去就忘了家产怎么办，家庭怎么办，他离开他正念了。如果你知道说，哦，我现在正在赌博，那你就会想到这个赌博是对还错，那本来就不好，它是一种贪心，可能会倾家荡产，为了赌博搞不好会翻脸杀人，什么事情都会做出来，那你要了解啊，不要迷在这里面。所以我想保持客观了解自己很重要。就像你在开车，你要知道我在开车，既然你知道你在开车，你就不会打瞌睡，为了别人，为了自己生命的安全，你要开得很注意。那如果你把心专心呢，又定在慈悲上面，唵嘛呢叭咪吽，就定在智慧上面，念心经，那就是修行了。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自己没烦恼，而且事情可以改变啊。那你有信心以后，因为佛法是帮助众生的，就像你很痛，头痛吃头痛药，一吃就不会痛啊，但是维持六个钟头。你又忘了，又开始痛了，所以你要时时刻刻一痛，你就要赶快嗡嘛呢叭咪吽，阿弥陀佛、般若心经、观音仪轨都可以。那但是最大的是大悲心，所以我们想到有地狱道、有恶鬼道、有动物道、有生病的人、有轮回的众生，很苦啊，所以我们为他们做种种的方法，吸引他们来。哦，就像各位在这边布施食物，那些饥饿的就会来。饥饿是不分宗教了，就像各位你到大街上说，来的人我都给他1000马币，那时候没有分华人、印尼人、什么马来人，通通来了，印度人也来了，为了什么？1000块啊！啊，所以佛法就是这样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做一些方便。今天你放生，所以所有的鱼、所有的动物都会来，为什么？哎呀，你要救我们的命，你不会杀我们。啊，我们不施食物，所有恶鬼道也会来，所以我们洒水啊，所有咽口鬼缺水的都会来啊，所以用洒水那些鱼也会来啊，死掉的鱼仙海虾啊来了他就超度，因为水变成佛的力量，他接触到那个水就接触到佛了。所以讲到这个地方，各位还是要发愿，念一下：不骗人，不骂人，不说是非，不讲奇语，经常念佛、诵经、持咒，你的嘴巴有力量，知道吧？啊，嘴巴讲得再好，心里面没有真心，那人家听了不好。啊，你口才很不好，就像你儿子什么都不会讲，只会讲爸爸，你心都软了。你的孙子叫你一声阿嬷，你多少钱都给他了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可爱，你爱他嘛。啊，他爱你，那你就心就软了。所以我想佛教啊，各位千万不要说